其实很多人都梦想驾驶飞机，在无尽的苍穹中遨游，幻想着机翼轻掠云边，直冲云霄。不过，目前无人机大有替代有人机去执行任务的趋势，有人机面临着巨大的挑战。在这次航展中，就有许多先进的无人机，它们形状各异，大小不一。像攻击11、翼龙2、无侦7、无侦8等，这些都是典型代表，也是无人机领域中的顶级的存在。而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1研究院研制的彩虹6大型喷气式无人机，可算是其中的顶流明星。一身蓝白色漂亮涂装，成为了媒体和航空爱好者镜头中的宠儿。周工你好，你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彩虹六无人机的身旁，看到这个无人机的体型是真的很大。对，相比那个彩虹四来讲，它有什么样的特点？这个呢是等于是我们那个长短无人机的一个最新的型号。这个飞机呢，大家可以看后门，我们这个采用的是一个涡扇，两台涡扇发动机。这个动力的话远远大于彩虹四啊。彩虹四的发动机在尾部，对，它是一个活塞螺旋桨发动机。像这个发动机的优势呢，就是它能飞得更快更高，完了载重能力更大。像这个飞机的话，就是它的巡航速度的话达到500到700公里每小时，最大速度达到800公里每小时。它的飞行高度呢可以达到10000米，最大飞行高度呢是到15000米，跟它说巡航高度是10000米。刚才彩虹四呢，最大飞行高度也就是7000米。